非朝圣之旅的团员们，在索南可西与战日法师引导下，忍着饥肠辘辘，来到了距离儿童之家不远的慈悲戒毒所参访。大众在新建的足球场帐篷内听取索南可西为大众介绍慈悲戒毒所的神秘因缘。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一阵剧烈的天摇地动，7.9级的骇人强震，造成上千房屋倒塌，上万人民伤亡，众多孩童沦为孤儿，受难民众流离失所，此情此景着实令人悲惋痛心。为不忍众生受灾害所苦，海涛法师慈悲置业，以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精神，及时募资并筹备运送，特派战日法师从马来西亚出发至尼泊尔，实行物资救灾及抚慰偏远弱势村民的慈悲行动。时间回溯到3年多前的尼泊尔大地震，在救灾的过程中，索南可西看到太多因饥饿而舍报的灾民，幸好慈悲的海涛法师率先捐助$20,000的食物救助，解了饥饿灾民的燃眉之急。可惜在感念海涛法师的慈悲之余，日后也开始了连串在尼泊尔的慈悲善行，而戒毒院就是其中一项。慈悲戒毒所目前共收容70几位院友，大众恭请海涛法师慈悲，为数位成功戒毒戒酒已达2年的院友颁发纪念品，便举办切蛋糕仪式，大家热烈鼓掌，现场精通手足的其他院友受到现场气氛的激励，也大声喝彩，对于戒除毒瘾似乎更多了一层信心。在戒毒院内，院友们彼此关心鼓励，让许多曾经备受家庭、社会、亲友们歧视的吸毒者再次有了重新站起来的动力。最后，海涛法师为大众慈悲开示：今天现场的每一个人
都要想尽办法戒毒。所以佛陀说，征服自我才有生命的快乐，调伏自己的内心才有生命绝对的自由。住在这边的70几位生命的战士，因为能够征服自己的欲望，包括不管是喝酒吸毒，生命才有真正的自由。同样，我们出家人也是在努力做这个，征服心中的贪欲嗔恨的毒，不然我们的生死轮回就很痛苦。所以我想各位愿意来到这个地方，代表你愿意征服自己。所以佛陀说，没有欲望的快乐超过有欲望的百千万亿倍。特别各位都是男人，男人是最容易修行跟成佛的，所以我们自己改变了，那你的家人就会很快乐，世界就跟着我们改变。所以来到这边，看到各位的努力，那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我们所做的各种功德也回向给你们，愿大家都互相祝福。但是希望大家永远记得我们的兄弟在这边，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看他们样子，你看个个又帅又凶又聪明，但是因为他们的环境嘛，没办法，因为尼泊尔没有戒毒的监狱，你要在台湾随时就抓起来了，不要你交钱。那这边要戒毒，你必须要出很多钱，然后你才能够戒毒。所以这边只有卖毒品可能才会抓了，吸毒没人管你，这也是很特殊的地方。那所以就要靠民间的努力。那我想要做这个工作太难了，但是我们帮助他们就是帮助自己啊。所以也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怀。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世界上在吸毒的人太多了，包括我们自己都在吸三毒吧。但是至少我们有佛陀一样，就像他们有格西，在一直引导了他们，加持了他们，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断一步一步的征服自己。所以我们帮助他们，我们也可以很快的戒掉我们的心毒。你要戒毒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帮助众生，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就像我们天天烟供，天天去找地方去帮助，所以你就发觉你内心就极静的状态。所以慈悲是最容易戒毒开悟证的空性的方法，所以你要一直去帮助别人。就像刚刚他们唱歌，他们敲那个板子鼓砰砰砰都好听，但是我想当他们在唱歌，让我们在听，我们在鼓掌，那个时候他们就不会吸毒了，因为他们唱歌让别人快乐，所以你自己就会很快乐。世界上吸毒的人太多了，包括社会上的芸芸众生，也都无时不在吸取贪嗔痴三毒。感恩长久以来，我们有慈悲的佛陀一直在引导着我们，加持着我们，我们才能够不断一步一步地征服自己。护生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
法之所以异于其他宗教，它是一种心灵的教育，帮助众生，更要净化自己，净化自己又要帮助众生，自利利他的，以布施度悭贪，以持戒度毁犯，以忍辱度嗔恚，以精进消除懈怠，以禅定消除散乱，以般若智慧消除愚痴执着。能够如此进入空性，则能够升起方便波罗蜜、大愿波罗蜜、大力波罗蜜、大智波罗蜜、圆满种种波罗蜜，以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四摄法，广度所有父母有情。平静是为了积极，积极更要平静，积极去慈悲，但是这个慈悲不能够离开了解万法却不执着万法的智与慧啊，不分别却能够很仔细的分析怎么做事更圆满，所以而申请一个绝对利他的无我的大悲心，承担众生苦，所修功德回向给众生，自己坚定要成佛，这样才能够就近普度众生。所以各位啊，每天每天都要这样去观修，对自己升起惭愧心、恐怖心、出离心，然后对众生升起大悲、冤亲平等心，祈求佛的加持。但是业障什么时候来不知道，所以各位你要思维空性，再大的痛苦啊发生了，它都是一个幻化的，你要超越痛苦，你要帮助别人超越痛苦，因为时时刻刻不分在家出家都有痛苦的事情不断的在发生。让生活自由。